凶手分完尸直接拿水一冲，血直接就流到地下去了。但是缺了个东西，鞋纹冻掉了。一辈子就不变了，你就敢100%的保证这事儿不是大坑啊？有个叫黄毛的，纵火案一开始之后他就没露过面。咱们就别搞得这么麻烦，有人想让你闭嘴，